飞碟说，知识从外如此性感。飞碟一分钟，每周一至周五更新。说职场情场多年，向来都很关爱女性，哎，这次就教教大家怎么挑自慰用品啊。没有性经验的姑娘可以选 AV 棒， AV 棒的前端很大，不能进入阴道，哎，只用来刺激外阴，可以在初夜前先享受一下阴蒂高潮啊。有过性经验的妹子第一次用自慰产品可以选变频震动棒，哎，最好买用电池的，力度比插电的小，而且使用更方便，适合初学者呀。尺寸也最好偏小，哎，什么直径 3.5 厘米，那也不行，哎，3厘米就够了。经验丰富以后当然选转珠棒了。作为震动棒的进化版，转珠棒不仅可以前后震动，还能旋转摇摆，多方位刺激啊。由于功能更多，质量就更加重要，一定要选可靠的牌子，哎，相比初学者，这时就可以选择更大力度和尺寸的。追求刺激的姑娘可以选跳蛋，哎，跳蛋体积小，可以完全放入阴道，随时随地使用啊。哪怕是到海边度假，也可以用着跳蛋享受日光浴，哎，真是爽的你不要不要的。选好了自慰产品，顺便再挑盒避孕套，哎，带上套套用更卫生啊。扫码关注飞碟说微博微信，用知识守护幸福。